哇，你的发好亮哦！但系我又没介绍嘅。今日咧，我哋都依然来到非常多做一只富那难无比的。啊，只不过咧，种出台好多难发哦。就今日会做，等下落雨捞着。哦，走。哦，喂，过来啊！大家老爱撩住点毛，哎呦你妈！用心训练，雷爽你看咯、哦，啊叫都出不出有人包，还是努力温钱毛，当然老婆姑冇得吃咯。有一毛本等于真的骨头就多，你太了哟，啊不不出手用，啊蔡总。哎，好久没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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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来你的兰花基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对对对对，欢迎欢迎。你现在的话种了有多少这些兰花呀？现在整个基地的话，大大小小的这些鸟啊，有两百多万株。我看到的这种的话，好像全部都还没开花。你要不带我们去看一下那些开花的那些，好吧？没问题，行啊啊！哇，蔡总，这里看到那么多的蝴蝶兰，到底有多少个品种啊？这边有100多个品种。像这个呢，这个叫什么品种？这个叫大白。大白，对。这个粉红色这个呢叫安娜。安娜，对。我好像一进来闻到这一堆，这个就比较香哦。对，这个是现在新培育的这种新品种，叫香奈儿。那它开花的时期也是这个季节吗？我们现在相当于我们温室里面可以做到恒温的状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控制它开花，不开花，两种模式我们都可以控制得到。哇，冲不冲浮跳？跳冲的浮跳，好亮！一下子不单只抢一张颜色，马虎的我们，张张单眼一参观，暗亮暗蓝发，你有冇莲花？如果有莲花吗？按照下面的地址来到我的现场，可以买。也可以来参观，不冇问题，不收门票哈。啊，来，蔡总，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们就没事，先走了，好吧？欢迎您啥时候都过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送你一个蝴蝶兰，啊，您可以回去靠妹仔啊，等等这些。哦，我都还没女朋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这些你没有，就抓紧一点那个心思，用一下这个花。刚好应季一下，太好了。但是呢，我感觉好像那一盆比较亮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一盆好像比较亮哦。对对，哎是，那也是哦。你看好多种颜色。那谢谢了，啊、谢谢了，我们走了哈。好。